别打脸，别打脸，兄弟，别打脸，真的长得美，别打脸。有恶魔猎手在，你这个环境玩术士，那真的就是，兄弟，不好意思说一句，你心可真大。我必将复仇。考验技术的时刻到了，给我来个门吧，右手第一张。确实也没啥技术。强行提升五可以的，我们两个有一点比较像，我们两个都没有门。我留这三张牌，下回合我这把刀可以过好多牌。我这个圣物现在的构筑是带这把刀的，好多人都不带这把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大家们都觉得这把刀不好用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体系里面带这把刀真的厉害啊。还是没有八啊，我是先砍的，如果有八杠八的话可以助能，但是我还是没有抽到这个手牌，下回合我会全换，一张都没用，就真的是一张都没用，直接换了。对面是个手动挡，就也很弱，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强。 Oh no， 我圣物家的构筑也是带这个东西的，因为我对我的排序还有信心。倒数第一张，倒数第二张，倒数第三张，倒数第四张，倒数第五张，倒数第六张，倒数第七张，这排序，天哪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回合我打啥呢？打法一变脸过，打法二交一个法强 AOE， 我觉得变脸过吧。是这样子的，如果下回合是一个八费，这里我会毫不犹豫把法强 AOE 交掉，也没用啊，助能不了。我场上三个怪，我差两个怪，下回合可以考虑最好能出到两个怪就行了。对面也没助能，对面咬去过牌了，我们两个手动挡真的有点可怜。他过到门了，天哪，玩不下去了，我不能接受。我圣物是二，对面圣物已经多少，五了。这个问题是多少有点严重的啊，不要先丢脸，先扔掉一张。我们是魔血精灵，就是缺乏见识。这，往好的方面想，我过到了很多低费的牌。下回合他如果不回血，我有没有概率可以搞死他？我感觉是有的。血秒变三十血，你是一只瞎子，慌个什么？下一回这个助能了，慌不慌啊，兄弟们？玩的就是心跳，这个回血量，我告诉你，绝对是版本第一，没有别的职业可以这样回血的。
真的没有，我跟你讲。哎，你也来啦。OK。散装螺丝怎么办？想想看，打法一是二加六。这个可能比八好一点。穿了。谁能告诉我这是些啥呀？我感觉我应该没了。这把就是对面圣物提到六的时候，我圣物才二。虽然我们前期两个人都是圣物都很弱，但打到中段对面圣物太强，现在我的圣物就太弱。我圣物才提到四。嗯，有机会了。别打脸，别打脸，兄弟，别打脸，真的长得美别打脸，不跟你开玩笑，长得美别打脸，别打脸，可以。我感觉我可能翻了，这你应该解不掉，闭嘴吧。稳住啊，稳住啊，稳住啊，稳住啊。好，这种拿到一张牌想这么久的，就已经有一种弱者的气息。OK,过一张牌。那你有 AOE 为啥点这个呀？OK。玩笑，帅不帅？兄弟们，你知道什么叫一个职业恶魔猎手主播吗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能有两个。手牌其实可以考虑混一混，就是你可以考虑下游和打他，大概率能用掉，或者说你可以考虑下游和牌实在不好，出个门直接去换。因为我按照这个起手，我底下倒数五张肯定有过牌，你明白吗？主播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。
种五费可以准时黑石摇滚的战士，咱们多少是有点强的。大大大大大大大，完美排序。下回合换，这回不着急，没有压轴哦。你大，我们都大，你大，我点大呀。但其实换这三张很弱，差一多少是有点难受的。没有什么那家巨人吧，二十甲哦，别说话吧，你不是故意的吧。一费 ，What is 一费？还是不够。我看到了。还是不够，我不敢卖脸的点是在于我觉得我卖脸我可能要死了。到还行，你们说我不带他，我带什么呢？我在想这个问题，我不带捕猎带什么？这捕猎我越看越不顺眼，怎么办？现在啊啊，你们有点过分，你们是认真的吗？但这个局这两关键点在于，为什么现在捕猎还有出镜率？是因为捕猎是一张零费配合这个东西，仅此而已，没有什么更加灵活。
这次补丁削弱了瞎子，削弱了烙印和捕掠这两个牌的削弱，其实是为了削弱法术瞎的。圣物瞎躺枪了，但躺就躺了吧，无所谓的。Nice。游戏结束。这什么鬼？我是一个资深的恶魔猎手主播 ，You know？ 我资深恶魔猎手主播，打了这么久的恶魔猎手，嗯？是这样子的，你这里可以下这个加这个保一个场上的怪，但是他到五费了，如果有张五费 AOE 全去了，所以没有必要保，这东西也没有必要卖。下回合我开门过个牌，节奏挺好的，然后这个可以过渡一下到这个八费，对不对？多少是有点弱者气息在里头的，我居然找了两张回血，但好歹对面是个暗幕，我肯定找回血呀，对吧？这不能是弱呀，这不是打得稳吗？你看看看，对不对？这个不交，只回一血没有必要，下回合这个里面去过一个法墙就行了。对面怎么那么多牌？对面搁那疯狂投，法墙，法墙，法强，法强，我后面还有一张法强，有我两张 AOE， 先拍照会不会多一套回血？不会。就是你拍照的点是在于你能多拿一点资源，你我不想卡自己牌库里面的牌，我后面还有两张 AOE， 我这里就算抽到照片，我手牌腾不掉牌去开照片，我牌库里11张牌里有两张 AOE， 就是一费的回血，因为刚刚是老师里面找的，还有一张法强，你觉得这时候你要照片有啥用？打八是可以的，我都想直接翻底了。我承认，我翻底里面必有法强 AOE， 我现在只要回血。最后一张，最后第二张，哼，天啊！打三加一个打三，这里面的王宇是一个一，所以我一定要是先把这个东西撞开。然后打一个法强 AOE， 然后再打掉一张 AOE 就行了，这东西可开可不开无所谓的，拿回血吧，拿伤害都一样，下回合再开门去把你底上的牌过上来，这个时候你就有资本拍了。如果你上回合拍了，你这里过完牌以后你有一张照片你也没用，你哪有手牌腾开照片？对面两张 AOE 都交了，这个时候过上来，我淹没还是最后第一张。现在是谁藏起来了？
哎，过道了，哦，左边洗进去的。再过两张，它差不多了。我还没打，所以记住，那里你拍照，我觉得你有可能要输。